下看大家都接受的吼，啊，很欢喜，吼，啊，咱美食吼，啊，包括咱这啊，大甲商圈家嘛美食，咱啊，其他家嘛美食，所以啊，各位咱的乡亲吼，啊，来跟咱大家，除了看表演以外，还要来跟咱享受美食吼，啊，而且大家来感受，来欢迎大家，啊，祝大家啊，有一个美好的周末跟周日吼，啊，诶，我先刷咧咱的。啊，咱大家嘛，特别去搞吼，来绕境吼啊，接下来的活动会很多吼，啊嘛，欢迎大家来大家来参与啊，来绕境吼啊。首先都吼，大家的会当平安跟快乐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李晨，好，谢谢我们今天隆重的开幕式啊，到此告一段落啊，请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，我们请就坐哈。因为我们台下要来隆重表演一个宋江阵啦吼，啊，希望咱给议会的贵宾，哇，真难得有通去欣赏到啊，这么传统的啊技艺表演吼，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啦吼，啊，我们感谢啊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隆重的开幕仪式，紧接着我们就来邀请我们戏里。好，那表演之前先向各位来旁白啊，说明一下我们创意宋江阵的表演啊，是我们智用高级中学由我们陈天乱校长所领队，那教练也是我们忠义堂的严千虎馆主。那我们今天表演的内容啊，宋江阵的成员啊，除了是由我们100多位的智用高级中学的优才生啊组成的以外，还有我们忠义堂的武师傅啊共同来组成。那我们今天表演的宋江阵啊，他们成军哈、哦、还不到半年了哈、哦，成军还不到半年。不过呢啊，经过密集的训练啊，我们主要是要在105年的4月3日要参加高雄内门举办的105年全国创意阵头的锦标赛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宋江镇哈，今天是第一次彩排，所以我跟他不是很顺哈，就借这个机会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彩排。来，我们给这高中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这是创意的宋江镇哈，我们不但结合舞龙、舞狮，还有武术的表演，还有我们一队。 哦，很难得哈、哦，能把一队啊、今一队纳入我们的传统武艺，非常的不简单。
现在表演的是我们宋江剑，结合跆拳道，我们也可以把跆拳道纳入我们传统武艺。 大哥妈，大哥妈，心。
掌声！